这个星期天的台湾假套套，我们要带你去台东体验有机生活。投资7000万也要完成的有机农园，主人魏麒麟花了十几年成为有机农业的模范。要吃什么自己摘，保证作物不含化肥和杀草剂。另外，想吃美味有机料理，达人教你自己动手做哦。本周日中午12点，记得锁定台湾假套套。